近月二手楼价持续回落，市区涌现不少三字头住宅放盘，个别更低至200多万元。其中，湾仔文石大厦一个顶层连平台单位，年租约开价仅约255万元。上址由黄开基拍卖行推出，实用面积168方尺，另年50方尺平台，每方尺开拍价约15179元。单位现时每月租金约7500元，租期至今年10月。若以开价计，回报率约3.5厘。拍卖行发言人称，由于单位所处楼层没有电梯到达，所以开价较市价低。资料显示，该厦今年未录任何买卖，去年则有一宗。一个中层实用面积246方尺单位以427万元登记售出，尺价约17358元。坐落于港岛西湾河的长兴大楼一个连天台单位，属于一房间格，由中城拍卖推出，开价398万元，以实用面积220方尺计算，尺价约18091元。该行俗称上址连164方尺天台，并拥全新装修，同类型二手市场放盘价达450万至460万元，即是次开拍价较市价低约11%至13%。由于原业主持有数个物业，因应市况减磅套现。另外，环亚拍卖推出土瓜湾益富大厦连平台户，实用面积298方尺，年租约以370万元推出，尺价约12416元。同日推出的区内美景楼二期低层户，实用面积450方尺，开价348万元，尺价约7733元。